all time, time, all time, where real music lives. 谂下谂下，唔系喎，黐黐黐，我觉得都几迎合翻一个好似好迷恋一个人，迷恋到真系 short 咗啦，黐咗线啦嘅嗰种感觉。所以初初直情话，不如束缚衣啦。即直情束縛衣咁樣掙脱出嚟嘅，瘋人丸癲癲嗰啲咁樣。係啦，即初初就諗住癲癲癲跳舞，跟住之後就 end 咁樣啦。跟住我話唔係咧，入邊加多條線，加多條愛情線好喎。就係我係因為個醫生，所以先至要入呢間醫院就扮黐線咯。跟住咧就入到去就追求醫生，醫生就驚咗。點知原來去到最尾，醫生都係黐線嘅。原來佢都係一個病人咯。即全部人都是玩的，在全部人都是玩的，是都是癲的。咁但係個 credit 去到最尾，我係瞓喺度嘅。你可以幻想，其實即成個 MV 係冇發生過噶，全部都係發夢嘅。係啦，都可以咁諗嘅。所以就我都幾想聽下每一個人睇完呢個 MV 嘅，即係佢哋會覺得係點樣咧咁樣咯。高佬嘅今次咧好得意地，我就同佢講話：喂，高佬啊，不如咧今次係一個演唱會嘅主題曲啊嘛，順便做埋，其實都係順便做埋。跟住咧，我就同佢講：我睇完 Queen 啊，我覺得咧嗰套戲電影係啊 ，Queen 嘅嗰套戲啊。跟住之後，我覺得咧 ，boom boom 啪 ，boom boom 啪 ，We will rock you 係啦 ，We will rock you 嘅嗰種啊，同觀眾一齊唱，大家都係一個樂器嘅感覺。好好，咁但系當然冇 Queen 咁勁啦。咁我就諗，喂，不如前面咧，或者中間一啲加啲卡蘇落去，即係嗰個卡苗笛，係，即係真係 BB 都識得玩嘅一個樂器啦。總之發到聲就有聲出嚟啦，嗰、那個，啲唔使特別技巧吹嘅。冇錯，就係、是、只要你識唱下、哼下歌咧，你都一定識得玩嘅一個樂器咯。如果啊嚇，演唱會嗰日每人有入場嘅時候，一人一支卡蘇，咁去到嗰只歌，咁同大家練習一次咯。咁練完之後，嗰段係嚟一個大合奏嘅，係咪好好啊？好熱鬧！喂，咁大家要買定呢個卡蘇啊？哦，我已經整咗啦。喂，真係㗎？呢到時係紀念品定係賣嘅？直情送俾大家，因為愛，所以唔怕黐線，會付出所有嘅一個女仔嚟嘅。咁所以其實。呢一種女仔咧，好容易會被大眾會標籤為係好痴線啦，好進取啦，會通常神經質嘅，神經質嘅會被冠上一啲唔係幾好嘅title圖。咁我就喺度諗，其實我都係嘅。咁咧，我就諗，好啦。咁高佬就話唱得痴線啲嘅時候，好。跟住我唱嘅時候，我記得我係咁樣會揦住自己的頭髮，跟住喺度扯自己的頭髮咧，會好肉緊咁樣有啲位置。可以好玩嘅呢首歌都。可以好玩，即直情高佬都係話：，喂，你嗰啲你平時咪好中意扮肥媽嗰啲咧，你直情試埋啊，係嘛？然之後嚇咁樣。又嚟呢啲。係啊，又喺度玩呢啲咁樣，佢又俾我玩，即最好係咁樣咯。笑我太痴，比較痴，痴到十分痴，心理上有病，有病，有病也沒有得醫，無可。